拜别的男糯米，听话，听话，听话，爸爸的话，听老师的话。对呀，对呀。要听爸爸的话，听老师的话。出乎我的意外，和他胆子比较大。变人了，我承认他是个爷们儿了，现在。给正宫一，正宫一。嗯，暂时要出征了。来来，我九，除了九还有，我就是九。压死一个饼。好。看张翰龙会不会变成70%？来。对于一个有恐高症的人来说，真特别紧张。上来上来，加油！上来，坐下。站起来呀！坐着干嘛？就是能站在那么高还在晃的地方特别难，反正我是从来没有尝试过。哇，吓死了吓死了吓死了，战士怎么会低头？战士低头。我不，哎呦，来，哎，啊，要听话，要好好的学习，要听师傅。自豪和骄傲，因为我觉得自己长大了。爽，帅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心里，然后张翰文变成了70%的爷们儿，何佩涵变成了100%的爷们儿。好吓人！好吓人啊！刚才，吓我一下，我想一跳下来了。来。